这个男人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工作性格，他会长期的不在家。这个对婚姻当中的女人来说重要吗？我觉得特别重要。那为什么还要嫁呢？为什么嫁了之后反而又受不了了呢？恰恰你说你腰疼腿疼，又放下了户外的工作又回来了，那这份感情到底谁重谁轻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吧。但是有一点，既然你能主导这个婚姻往前走，你就做一个彻底的主导者吧。但是你主导的时候有一个原则，别骗了自己，也别骗了别人，好吗？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，咱们交经的两个月，我不管是任何的大事或者是小事，我都不介意。我真的是很爱你，我不想再去失去这个家庭，我也能理解你。可是从以后听了评委老师的点评，我想你也很明白这个道理。我希望你以后好好跟我走下去，我永远爱你的。紧紧拥着，我再大胆的揣测一下啊，对于家庭的渴望，大姐是低于现在的丈夫的，因为过去的家庭关系带给她家庭的认知是冷漠的、不可靠的，对吧？对于她来说不是，我猜，离婚的原因90%是跟她的工作性质有关系，常年在户外的一个高压架线的人，要在野外施工的，其实越是这种人，对家的渴望越是高的。喝知识长知识，保卫爱情靠知识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君乐宝长知识了爱的记忆箱，来，请开箱。您那是什么呀？一个借条。啊，就大姐给大哥打了一份借条，啊，借条。那个呢？您放的是什么呀？我给他放了个戒指。啥意思啊？对，开始我跟他订婚的时候，我给他买的。前一个多星期我们吵架了，我就还给他了。啊，其实活到这个岁数，现实无错，但是一定要接受自己和承认自己不足，因为这段关系其实您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主导者，您想清楚吧。谢谢两位哈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请开门。我问大哥一个问题啊，愿意不再做户外的工作，回家跟他一起卖早点吗？因为我在那儿跟人家签一份合同，必须得干完。仅是个建议啊，为了家庭幸福，可别一起卖早点，是吧？你在一起卖早点更说不清楚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哎，借条咋撕了？因为我不想再拆了。来来来来，拿戒指，拿戒指，拿戒指。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吧，各位请见证。